陈崇明是临海市司法局的金牌调解员，很多群众都会亲切地称呼他和他的调解队员们老娘舅。2020年4月，老娘舅就接手调解了一起疑难杂症。这间商铺位于一家综合市场内，总面积不过30多平方米，既不临街，销售的商品也不特殊。然而这样一间不起眼的小商铺，仅一年来却在当地出了名。临海市公安局古城派出所经常会接到关于这家商铺的报警电话。当时我们这个接警的人都知道了，一报到这个地址就知道了，他报警这次数多了，反正我是接过有2-3次吧。谢女士是这间商铺的房东，从2018年开始，她将商铺租了出去，可没租几个月，租户就反映出了怪事。钥匙呢，全部都用水泥呢把它堵上，钥匙开不进去。换了门锁后，没过多久，租户又发现半夜铁门被人撬开，商铺里的货品全部被清理了出去。都已经拆了，把门啊那个用榔头呢给它敲，敲坏了7-8千，那个钥匙全部都堵了。那租他家里的人开不进去啊。更让谢女士头疼的是，商铺门口还贴上了告示，声称商铺的主人勒令租户限期搬出，而他作为房东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下个月2点钟、3点钟他上去了，把门全部给你敲了，不给你睡了。他说这个房子是我的，你们不要住在这里了。全部把人家赶着，全部都空着，我们损失很重的。面对租户的质疑，谢女士只能道歉赔偿。几次三番下来，这间商铺也就无人敢租了。这一点时间把我搞得我的魂都没有了，精疲力尽的，根本没办法说，我的内心痛苦根本没办法说。那么谢女士的这间商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屡次在背后搞鬼的假房东又是谁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谢女士正常出租的商铺，多次被人莫名其妙的撬门堵锁眼，甚至还被人张贴告示，冒充房东说要撵走租户。这一系列怪事究竟是谁在搞鬼？难道他就不怕谢女士报警吗？更奇怪的是，谢女士几次三番都承担了所有的损失，作为受害人，她为什么要吃这个哑巴亏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她的来龙去脉。撬门堵锁眼，是谁在明目张胆假冒房东？客户上门买东西，他说生意不做了，你们回去。一间商铺的所有权，却有两种不同解读。你在我欺了大概我种，不欺你是非种了嘛？分家一线正在播出。商铺租不出去，谢女士决定就自己经营开店，好挽回一些损失。然而面对真房东，这位假房东依然不请自来，甚至在店门口蹲点撵人。人坐到他的店里，那个凳子呢就这样坐了。客户上门买东西，他说生意不做了，你们回去，这样子的。出人意料的是，撵走顾客假扮房东的不是别人，却是谢女士的母亲叶阿婆。你其实给我付不给虚，给阿奶哦，你在我欺了大概我种，不欺你是非种了嘛。监控画面里，叶阿婆在谢女士的店铺门口阻挠顾客进店购物，谢女士又报了警。叶阿婆其实闹得也挺凶的，她在外面叫了有3-4个小工吧。一定要到店里面去，把门锁了，要把店里面的那个商家的这些卖的东西啊，要他掰出去。他女儿嘛，也在现场了，
不让搬，双方呢就差点肢体冲突起来了。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由于谢女士和叶阿婆是母女关系，考虑到叶阿婆已经70多岁了，民警建议双方先心平气和地谈谈，解除误会。我就跟劝他们，你们毕竟是母女啊，闹成这么僵干嘛？反正吃亏就吃亏吧，心里痛苦就往自己一个人受，不想连累别人，也不想说给人家听，人家听了也笑我自己家里搞这个问题，你说对吧？谢女士表示不愿意家丑外扬，希望能私下低调处理。面对女儿的让步，叶阿婆却不依不饶。1年多以来，叶阿婆闹的动静越来越大，母女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升级。那么叶阿婆和她的女儿谢女士之间究竟有什么化解不开的矛盾呢？你别讲，我个想，我们你留住了呢，却不是我死给结婚呢。我妈要我房子给她，我说不同意。原来叶阿婆有4个女儿，都已经成家，谢女士是叶阿婆的大女儿，双方的争议焦点正是这间商铺。谢女士表示，早在2000年，叶阿婆就已经立下遗嘱，当初4个姐妹每人都分得一套房产，而母亲现在又要反悔，她无法接受。我妈有4个女儿，我是大的，20年前那个房子给我的。谢女士向我们出示了这份遗嘱，上面很清楚地记载了分家的明细。遗嘱上写明，为了防止今后发生不必要的争执，特将房屋分别赠与4个女儿，绝不反悔。而当初赠与大女儿的是一套老房子，2016年村里拆迁改造，赠与大女儿的这套老房子也在规划之中。原先叶阿婆的房子呢，跟那个老房子差不多，经过我们村里啊拆迁改造之后哈、这个规划分配方案，一间房子落实一间地基。根据改造方案，谢女士需要自筹60万元左右，在地基上盖起一间5层半的房子。除此之外，老房子包含着一间猪舍也被拆除，作为补偿，村里还给了一个购买商铺的名额。街面的群房在我们村里给它建造好之后，按每平方3000元的一平方米，再向村方购买，大概是33平方左右，大概是要10万一个群房。谢女士说，60多万元的改造费和10万元购买商铺的费用都是由她单独出资的。正是因为分给她的老房子经过拆迁改造，变成了一套5层半的房子和一个33平方米的商铺，叶阿婆反悔了。跟村方签订的有拆迁合同，房租应该是落实给谁，分配给谁的，应该我们协议里面都应该比较清楚。根据村里的规定，60岁以上的老人不能立为户主，再加上2000年这份遗嘱。因此，拆迁合同上也明确写明了户主为谢女士，这在2016年拆迁的时候征得了叶阿婆的同意。我们村里一般是谁落这个房子落实给谁的话，应该我们的发票应该开谁的户主那个名字。那这个过程中是不是都是他大女儿了？对的。2016年那个改造起造房子的，跟我一起去。村里签字批给我的，对吧？村的批给我，我钱付了，可以是造房子的。建好了2年了，这发现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对于谢女士的说法，叶阿婆表示不认可。2016年，叶阿婆的老伴儿还在世。当时向村里购买商铺的时候，叶阿婆说，他们老两口还出资了50000元。我姐姐我姐夫给他大女儿那50000块钱，50000块钱没凭没据，我跟大的外甥女大的女婿说了有没有给你50000块，他说没有。叶阿婆所说的50000元出资并没有任何凭证，村里购买商铺的付款登记上也只显示了谢女士的名字，真相究竟是什么，双方各执一词。
天五晨半，不老娘不记得多忙叫嘞。五晨半个我起来给讲，得了应该多老娘在身不发崩。为了表明自己的主张，易阿婆出示了一份1998年的分房协议。在这份协议上，这套拆迁的老房子却是被分给了小女儿。如今，易阿婆表示，她并不是要拿回分给大女儿的房产，只是要求收回这间多出来的商铺，等自己过世后再平均分给四个女儿。分给阿婆不给修为嘛？不给得了么子？给定么子？为啥多久得？这天啊，那还努力些的，努分不给回，分不给定。母女之间的分歧越闹越僵，易阿婆还有三个兄弟。出事后，几个兄弟也一直在劝解易阿婆不要跟大女儿再闹了。易阿婆的想法很简单，她认为既然四个女儿都有份分到房产，那么为了公平起见，因为拆迁获得更多收益的大女儿谢女士自然应当把多得到的这套商铺交还给易阿婆，等到易阿婆过世之后再平均分给四个女儿。只是她没有想到，当她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却遭到了谢女士的拒绝。谢女士拿出了2000年易阿婆立下的遗嘱，遗嘱里写明分给大女儿谢女士老房子，后来老房子拆迁作为补偿条件之一，谢女士得到了这套商铺的购买权。并且谢女士表示，建房子买商铺的钱都是由她自己出资的，凭什么要拿出来四个姐妹平分？易阿婆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公平，反而让她觉得委屈。那么易阿婆为什么非要这套商铺不可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尘封多年的遗书引起了母女之间的反目，至亲三次法庭对峙，矛盾步步升级。分家一线正在播出。在这份2000年所签的遗嘱中，见证人还有易阿婆的大兄弟，也就是谢女士的大舅舅。那么当时我的大兄弟呢，在家里呢，我姐姐找上门跟他说的。谢女士的三舅舅说，当初他的大哥也问过易阿婆，为什么1998年刚写过分房协议，又要在2000年改写一份遗嘱。两年以后，他说前面的这个分房啊不合理啊，要四个女儿全部都有份，要重新分过来。1998年写的分房协议和2000年的这份遗嘱最大的区别就是这套被拆迁的老房子的归属问题。我那个兄弟说呢，我不识字的，你一五一十的讲给我听，听了以后我才能签这个书。他我姐姐跟他说这个事情，那就这个内容啊，输了以后我的哥哥签这个事。2000年的这份遗嘱把这套老房子分给了大女儿，更在附嘱上特意提出老房子拆迁所得的房屋地基等无条件由大女儿继承，其他人不得干涉。2016年旧村改造，这套老房子真的拆迁了，大女儿在拆迁所得的地基上建好了房子，商铺也开始出租。房子已经盖好了以后，他说把1998年的那个分房子的遗嘱已经拿过来，说我的大兄弟呢是签的，为什么2000年要签这个字？现在他一定要房子要回去，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对吧？你现在造好了可以租了，你要拿房子，你说没道理，你说对不对？几个兄弟认为易阿婆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作为长辈怎么能不讲道理呢？一般来说哈，我兄弟肯定是要帮姐姐说话，因为兄弟跟姐姐是最亲的，我的姐姐是太没有道理了。外甥女说白了跟我们舅舅呢基本上不相干了，还是姐姐亲。
我的姐姐太没有道理了。她是兄弟姐妹，不可能帮我外甥女。她是在公正说法，我也反正他们，我不是帮我说话，我没做错。我做错了，我可以自己承担，我没做错。然而，叶阿婆依然坚持这份2000年的遗嘱是无效的。面对母亲的步步紧逼，谢女士说，不管是1998年的分房协议，还是2000年的遗嘱，都是由父母提出，见证人参与，现场起草签署的，签完也是由父母保管原件，根本不存在伪造的可能。叶阿婆则表示，2000年签立的这份遗嘱不能代表她的真实意愿，即便这份遗嘱有效，那也不是分家协议，在她没有过世之前，她是有权利随时变更遗嘱的。给看的呢，一天到晚要搞五百个呢，君王的留住呢，给个是遗嘱呢，遗嘱的那五老人对你那不好的，对你那不好，我那就是好毕业呢。对兄弟的劝说，叶阿婆不为所动，甚至一纸诉状将大女儿一家三口告上了法庭。我姐姐呢告她女儿，她说不谢，我三个兄弟呢都在法庭上都是做证人的。我的人品怎么样？你去调查可以，还是我对他诬陷的还是什么的？法院都上次给我告到法院，说我也得查，对他不好。庭审现场的话，应该说是老太太是比较激动的。庭审现场，三个弟弟都帮自己的大女儿作证，这让叶阿婆无法接受。现在我姐姐说的那个女儿，大女儿不谢。不谢不谢，你拿出证据。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那他会就是对他刺激更大一些，然后他当场就是会就没有遵守我们法庭纪律，就来回走动，要跟这个证人去直接对质，这种情况也存在。我的大哥虽然不认识字，他跟法规说了，如果谁欺负我的姐姐，难道我做大哥的不知道啊？我是第三个接进去的，他问我外甥女是不是虐待你姐姐啊？我说没有，如果有的话，我做兄弟的会答应吗？根据当时证人呢出庭的陈述呢，那证人认为就是被告提交的确实是当时的这个真实的情况，那么老太太是不予认可的，那么老太太呢可能对证人出庭作证，她证人出庭的时候，她认为证人是做这个虚假的这个陈述。娘和女和，你说上法院你多丢脸，你说对不对？我们也没办法。他女儿就是说他不愿意跟他母亲就是说就撕破脸这种情况存在了，他们也就是说希望能够给他调解下或者做工作给双方。在调解室，谢女士希望能和母亲面对面打开心结，为什么非要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母亲内心真实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呢？像你那个贴大个妆，我心就按难熬的，我给贴自己个老妆，你的头碰得得了多的月亮吧，我这月亮他在法院，我肚子不舒服了，倒在椅子上，在调解的时候我人不舒服，他倒地了。最终因为无法提供证据，法院驳回了叶阿婆的诉讼请求。接下来叶阿婆又以修改遗嘱重新分割房产的理由，两次将大女儿告上了法庭。他提出来一个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对房屋进行分割，他要求自己就是对这个享有房屋的这个相应的所有权的份额。那个给风水是进口的，我们是这个鱼不要进的，不反正也讲鱼给鱼不要进的，风水还不要进的呢，遗嘱不要进的呢。那双方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分书的形成过程以及哪一份分书是他们的这个真实意思表示是存在争议的。给大女儿告到法院告三次了，把她门敲了十几次，赌了十几次，有没有啊？天下有这个做娘的，把我搞了一年，你知道，说到这里我都要哭了。眼泪都流了，眼泪。然而，法院梳理了双方提供的各项证据后，却发现这套老房子的房屋产权存在问题。
就这个房屋呢，就是它没有提供相应的建筑审批程序哈，也没有提供这个确权的初始登记的相关证据，所以目前来说，我们法院是没办法去处理它这个确权分割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驳回他起诉，那也明确就是条件成就以后可以另再主张这个问题。考虑到原被告双方是母女关系，法院没有当庭宣判，而是希望双方能再进一步沟通化解矛盾。因为老房子的房屋产权一直没有办理下来，现在已经拆迁，更无从办理，所以叶阿婆要求重新分割房产份额的诉讼请求也被驳回了。在调解过程中，叶阿婆咬定要以1998年的分房协议为准，却对2000年签署的遗嘱视而不见。母亲和大女儿三次对簿公堂，报警无数次，闹得不可开交。那么叶阿婆的其他三个女儿又是什么态度呢？一年多的时间里，难道就坐视母亲和大姐为了一间商铺伤了母女情分吗？四个女儿，一碗水端平，还是母亲偏心？争执背后是什么让她一意孤行，出尔反尔？分家一线正在播出。三场官司下来，谢女士心里焦脆，她想不通原本慈爱的母亲为什么会突然变成如今这副模样。她说四个姐妹里，母亲原本是和她一起住的，相处时间也是最长的。当初她和丈夫刚结婚的时候，经济条件很差，都是母亲在帮衬，甚至把大女婿当成亲生儿子来对待。责的最多的呢，就是我大的外甥女、大的外甥女婿。清明节去扫墓，大家都一起去的，高高兴兴的。叶阿婆也说，原本她和大女儿一家最亲近。2000年的时候，大女儿找人写了一份遗嘱，让她和老伴签字，把老房子改写给大女儿。当时她没有多想，就默许了。还给爷自己写过呢。他给我签字呢，像你那个关系好，阿个唔高呢，阿儿子给不给个呢。对此，叶阿婆的其他三个女儿提出过异议。你别得媳妇生阿讲过呢，忙贴不给什么呀？我当年来讲呀，我当写都给别他们给写都去，我岁数不用讲。这份对大女儿的偏心持续了十多年，直到后来叶阿婆的第三个女儿得了白血病，叶阿婆就搬去照顾三女儿。平常三年啊，就倒等一年半啊，都入院了。那特子都是要哭，特子都是要人不给我装好酒，装好。之后，叶阿婆担心三女儿的身体不如从前，就搬去和三女儿一起住，方便照顾。而她的内心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考虑的是这个生病女儿，我走了百年以后，这个生病的女儿怎么办？等到谢女士的房子建好了，商铺出租后，出于照顾弱小的本能，叶阿婆想到了这间多出来的商铺。她希望能找大女儿商量收回商铺，再重新分割，为生病的三女儿多争取一些利益。只是本意是商量，在实施过程中却变了味儿。那边说了，大概讲过，讲一个不给么子坏的，老乡老坏的，这个么子特地那边不给叫盖上去一个都有个，盖到放了墙了都有个。还给贴光呢，还给光，我把你贴白了妆，还带给老弟了压了呢。我妈，我妈家，你现在要办么子？老板，今天在么子办？你不给办没？下水管，我说嘛，今天在不办？在黑刷。在有监控着的。在黑刷。妈，下水管。双方争执过程中，大女婿踢了叶阿婆一脚，而这一脚也彻底激怒了叶阿婆。他说的是当时女婿有动手打过他，动手打过他，然后从那刻次以后呢，那个叶阿婆的心里呢，那个情绪呢就不一样了，他更加坚定要把这个房子拿回来。你是有意踢我的，好像对我长辈我的不尊重不尊敬，对吧？你动手打我，他是这样认为，哎，所以我讲这个气也就是生理，哎，还消不了。我的理解应该他就是赌一口
这一个那个气在吧，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向那个要回房子。除了堵锁眼驱逐租户，易阿婆甚至还打算直接破门而入。那么刚好一个旁边有个做这个铝合金加工的，那么小伙子路过这里嘛，他就叫问他这个切割机怎么使用，自己拿了钢管在家里，对吧，先练习切割怎么切，然后准备练习好以后呢，准备把他的房门切割掉。而在易阿婆极力为另外三个女儿争取商铺所有权的时候，三个女儿的态度却和母亲完全不同。我们就叫他不要搞了，你说这么大年龄，我们不差你这几块钱，说的我们现在家每个人条件都不差呀。三个姐妹呢都是劝她妈妈，她说你不要这样了，因为我娘当初讲了给她姐姐了，那你姐姐房子造好了你也拿回来，她说我也不需要，不稀罕这个房子。三个女儿表示自愿放弃商铺的份额，只是这样的做法没能阻止易阿婆。我说你不要去搞了，她就说了叫我你给我送到临江去了，送到大桥上去，我就跳下去就算了。易阿婆的极端做法让四姐妹之间产生了下隙。谢女士认为母亲极力要回商铺肯定少不了三个妹妹的受益，连他们的舅舅也是这么认为。不可能啊，如果放弃了，她的妈妈给大女儿告到法院告三次啊，而且我姐姐去法院的时候都她是追出接送的，你说她不知道吗？你说他要不要？而三个妹妹也认为大姐不该不顾母女情分跟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斤斤计较。他们几个女儿的感觉呢，老妈这样子呢也觉得比较心痛，认为大女儿呢有点过了，无非就是要钱嘛。是我二姐去找他的时候说了，他说你把房子那个小门面嘛哈还给老妈，我给你20万钱。对二妹的提议，谢女士没有同意。按照目前的租赁行情，这间商铺每年的租金将近4万元。更重要的是，母亲的偏心让她觉得委屈。一个问题都没有摊开心扉的说，大家都相互有猜疑的态度。报警无法处理，法院判决无法化解矛盾，最后谢女士申请了让老娘舅帮忙调解。我们做的调解工作是以情来讲法，以情来说服人，有时候法律放在那边跟亲情就像一个天平一样，怎么去平衡它。老娘就分别和易阿婆谢女士坐下来聊，了解双方内心的真实想法，再听取多方的声音，试图找到调解工作的突破口。我问易阿婆，你是不是现在生活上缺钱呢？她说我不缺钱。啊，不缺什么呢？她说我缺份情，缺份感情。他就考虑到是生病的女儿白血球病嘛，相对来说后期费用啊什么费用啊都比较大。弄清楚易阿婆的诉求后，调解员研究出了一套解决方案。我和大女儿讲，你妈妈是想要一定要拿房子，啊不，我们先折中的办法，房子产权给你写明属于你的，但是你妈妈有生之年，这房子这房租你租来给你妈妈作为生活费给她，要追你心尽孝。房租的话双方都承受得起，对，包括叶阿婆大女儿，对吧，一年的房租费收了交给你女儿，你自己本身角度来说也没什么亏，这个钱还是房租费，又不是你自己真的口袋里真金白银的掏出来。要做叶阿婆角度来说，你这个钱存下来的话，你获取小生病的女儿这个费用也有着落了。调解员也为易阿婆普及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再来为这对母女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我一年的话，你大女儿给你3万，那你10年就是30万，对吧？如果你阿婆心情为这个事情心放下来了，对吧？到外面去走走的话，你再活个20年，就是60万块钱。那么阿婆倒是一听这个数据呢，有60万的债嘛，她心也有点动了。从谢女士的角度来说，房子和商铺的产权明确了，也解决了她的后顾之忧。至商铺的租金，她表示愿意全部交给母亲，以表孝心。母女之间，在钱交钱的份额上，你们还有一个环境来融洽你们父女之间的感情。哪怕吵了架以后，你这个钱交给她母亲的时候，
你母亲心情总是愉快的。你和你妈妈为这个事情到法院上走过几次，我讲感情有点隔阂了。但是我呢，你尽孝了，多走母亲那边，我呢走走，对不对？我说你妈妈心会转变的，会融化的。娘还是我娘，对吧？她生我养我，我也不记她了。反正时间已经过去了，时间长了会到时候也会好的。鸭婆和大女儿最终达成了和解，为了解决矛盾，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2020年6月30日，临海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正式揭牌运行，整合了司法、法院、公安、信访等25个职能部门入驻，还引入了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心理咨询师等各种社会力量入驻协助，让群众的矛盾纠纷可以得到一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老百姓碰到事儿，他有的时候不明白他这个事儿到底是哪个职能部门管的，的确有的事儿也涉及到多部门，于是群众就会疑惑，他有的时候找了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说这不是他职权范围的，他又去找另一个部门说还不是他的职权范围的，找个3个、4个，老百姓的怨气也就上来了，事情可能也就越来越难以处理了，这就不利于矛盾纠纷在最初阶段得到化解。而我们中心的成立，把跟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相关的职能部门都放在一起，群众来到我们这里，不管他是什么事儿，我们一窗口受理，我们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帮他分辨你到底是属于哪个部门管的，准确地把他流转到相应的职能部门，涉及到跨区域、跨职能的事项，我们还会牵头让相关部门联动处置，达到更好的调处化解的目的。今年9月底，叶阿婆拿到了第一笔商铺租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家人的心结会慢慢解开，我们也希望这一家人能重新和睦相处。叶阿婆家的纠纷虽然是个案，但生活中因为遗嘱引发纠纷的并不少见，尤其是前后出现多份遗嘱的情况。那么遗嘱何时生效？在多份遗嘱中以哪一份为准？我们来听听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雷明光教授的解读。所谓遗嘱呢，就是这个当事人明确地表示自己百年之后财产到底归谁所有的这么一个法律文件，所以它的主要内容呢是以财产为中心的，它是最后生效的一个法律文件，也就是说它去世的时候才生效，不去世的时候活着的时候是不生效的。也有人把它叫做死无对证的这种文件，因为它死无对证，所以这个法律呢对遗嘱的这个要求呢，就遗嘱的形式的要求特别的苛刻，都有严格的格式的要求，一个代书遗嘱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你自书遗嘱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那么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可能你的遗嘱会是无效的。对于这个遗嘱，遗嘱人呢他可以随时的进行变更，在他死亡之前他都可以变更。过去这个民法典出台以前，在过去我们85年的这个继承法里边规定说，如果一个人一生当中啊立了多份的遗嘱，而且有不同形式的遗嘱，比如有公证遗嘱、有自书遗嘱、有代书遗嘱，那哪份遗嘱有效呢？说最后是公证遗嘱优先，也是公证遗嘱有效，哪怕公证遗嘱是在之前立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在之后立的，那么也是公证遗嘱有效。但是这一次民法典继承篇呢把这条改了，也就是说不管是公证遗嘱还是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打印遗嘱，那么都是以最后一份遗嘱、当事人的最后一份遗嘱为有效，其他的遗嘱都无效。那前提就是他们这些遗嘱都处分的是同样的一个财产。在此特别提醒一下，一份有效的遗嘱还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立遗嘱人立遗嘱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处分的是合法财产，而且遗嘱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能违反公序良俗。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
下期节目再见。